为了歌伎舞啊，那当然呢，让这个郭书瑶呢先跟这个现场的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各位媒体大哥大姐们，大家好！各位现场来宾，大家好！我是郭书瑶。嗯哼，当然了，还有这个网络上面，这次透过这个新浪台湾进行了一个全球的直播。对，这新浪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的，那当然了，郭书瑶呢，等待了已久，在明天你的首张同名专辑就要正式发行了。对，现在我们让你这个以最可爱的奶油甜心的姿态，让这个现场媒体先来拍个照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，麦克风，谢谢。哇，当然今天真的是很可爱哦，蓬蓬纱裙最适合可爱的小女生了，非常梦幻般的感觉。好的，那麻烦这个书瑶呢，左边、中间、右手边各方的媒体来照顾一下哦。好，中间麻烦。天哪，应该郭书瑶有没有想到，去年爱的抱抱的第一炮的会场就在台下，而且还把这个照片随身带着。笑容满分，这一次的新的音乐专辑，希望大家能够能看到更多不同面向的郭书瑶。好的，中间补一下 ，OK 吗？等一下还有别的拍照的 ，OK？ 好吧，阳光自信如龙，洒大家的一夜。左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这个最后一轮好不好？麻烦郭书瑶，右边、中间、左边再一下下，谢谢。好，哇，是你大哥这么热情的呼喊他。哎呀，哎，右边，哎，这个摄影怎么拿出自己的 iPhone 相机？好 ，OK， 差不多的话呢，我们让这个瑶瑶呢再跟大家来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右边，好。哎，今天大家为他疯狂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最可爱的奶油甜心郭书瑶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的，那当然呢，提到了刚才的这个网络直播，全球的一些听众、歌迷，还有呢媒体的面前，刚才带来的第一首主打歌，对，觉得自己这样热歌劲舞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其实就是还蛮紧张的，因为今天的记者会真的非常非常重要，对，很重要。然后刚刚看到台下来了这么多的人，我就非常的紧张。对啊，所以刚才本来在这个休息室的时候，你还蛮谈笑风生的嘛，感觉你好镇定啊。我现在就是感觉好需要氧气筒，现在真的觉得说心跳指数直接就要飙破200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的主管跟我的老板应该更紧张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就在明天，很恭喜你第一张的同名音乐专辑筹备了这么久，终于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。对，不过呢，一定很多人很好奇说，那在过去一年当中，这个郭书瑶是不是有在唱片公司严格的督促之下，上了很密集的一些课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密集的课程嘛，有，就是因为公司真的很疼我，然后花了很多心思在陪我，就让我去上了除了舞蹈、唱歌之外，还有钢琴、吉他，对，然后还有自己去学了芭蕾舞。哇，对啊，所以这个过去一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充实啊，是各方面的记忆都在不断的精进啊，对，就还在努力，所以呢，希望这个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，郭书瑶不管是在歌唱方面、在演戏方面、在主持方面，都能够有更多、更厉害、更不一样的尝试哦。好的。当然呢，提到过这一次的明天就要发片了，但是，哎，很厉害，你有一个很 super 的预购礼物哎。哦，对，全球唯一，对，全球知名随身连的品牌 Kingston， 他们有特地开模制造了一个就是奶油甜筒的 USB， 就随身碟这样。所以是特地帮你开模制造，只有你的粉丝可以享有这样特别的，对，只有预购才有，而且里面就是有独家的写真啊、幕后花絮啊，还有 MSN 的表情，然后电子卡片跟桌布下载，就很多很多东西都收。就是在里面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小小的一个随身碟，是由这个全球的一个知名随身碟品牌Kingston帮你量身打造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厂商也来到了现场，要为郭书瑶的发片送上最不一样的祝福。所以呢，请大家欢迎的是我们这个。